了，我才是被全台湾人霸凌吧，我才被霸凌，我走到哪里都要光华复兴和渣男。保险我们主理真的做得很好，我们一个人保到5000万，我们还对保了，还打了好几通电话，我们保单好几张啊。快来跟温生豪稳生豪，这明明是宣传新戏《火神的眼泪》，怎么画风一转又扯回时代的眼泪，犀利人妻。我不用把温瑞凡演成这样，是我一直希望凸显女性在婚姻的受害，所以我把我自己演得更坏一点，观众会比较同情投射在水塔的角色。不要牵制他，是我自己教的、啊。你以为他三角形？他说温瑞凡抓了他的手，叫他谢安贞牵制。当然是我给他不许他那种情绪，让他反应更大，观众会更能。所以我打，哇，他那是真的蛮坏。当然了、啊，当然都没办法，因为你要你会觉得这部戏的你服务对象是什么？其实我觉得 TA 很重要。我们这个戏也一样，我们在做这个消防秋的时候，我一直强调说邱汉成的心境的一样的道理，就是。我希望让观众看到，有家庭的消防队员的状态，所以我这里面就会比较委屈，就是有苦难言，就是太太在骂我，在跟我 argue 的时候，我都不能反驳，所以我那个我就会做的比较彻底，我希望凸显出观众看到消防队员在这方面的弱势。当然，我可以不要这样演，我也可以跟他说，难道你不理解我的工作吗？结婚前你就知道，我也可以跟他这样吵，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演啊，可是我没有。结婚前就知道我工作，那我只是希望呈现我某为堂共我理亏，对，你知道表演有很多方式吧，我只是举个例，所以温瑞凡也是一种表演的方式，这样可以吧？洗刷一下我的罪名，我是帮他们让角色更突出。你有关心这件事吗？你当时有意识到吗？我觉得没有哎。因为就是淑珍姐有点不胜其扰，就是很多网友都还会算他。是，主要是我们戏很成功，当然很入戏很深。所以当时其实没有这些状况。我每天都被骂了，我才是被全台湾人霸凌吧。我才被霸凌，我走到哪里都要光华复兴和渣男，对不对？明明有带钥匙，又说我回不去。被霸凌的人是我，我来担。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？我来担。没有这个问题啊，不要想太多。然后如果有任何让观众觉得怎么样，那就表示我们戏很成功。然后都过了11年了，他想打电话关心你。打电话关心你，因为他直接去提告。我们是同公司的啦。对啊，所以你觉得我需要做这件事吗？而且大家都成年人，都几岁的人了、啊，人生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关心了、啊。真的生老病死刚刚我讲了，说了你就关心你的父母吧，关心你的朋友吧，这种东西还好了哈，拜托了，天灾人祸不断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